这方面真是方便多了，一点也不累。老板，下午订餐还有一份水果沙拉没有到。老白，来了，马上去做。好了，老板。嗨，好了。老板，你这样不大好吧？废什么话，又不是给你吃，多管闲事儿。切，我这心脏怎么突然这么疼？ 阿姨，您这心脏怎么黑了一块啊？心脏黑了一块，你说谁稀罕呢？你这个无良医生是想骗我老太太钱是吧？不是吧，阿姨，我呸！客人订的五谷鸡爪都存灾变了，你能不能快点？知道了，老板，这也得等剔骨头，有点麻烦。你真的是要笨死了，让开！ 这也太恶心了吧！你懂什么？反正他们也听不出来。哎呦，心脏怎么又开始疼了？老板，你要的劣质猪肉到了，一共400把。劣质猪肉还这么贵？你可真黑！哎呀，我们也有成本不是？啊！哎，这么下去不得赔死？哎，有了！ 和真肉一模一样，再撒上点止泻药，吃了别拉肚子来找我，又瘦了一大笔。哈哈哈哈哈！抽空还真要好好去看看了。嘿嘿，这些可是好东西，多来点，多来点，多来点。住手！你是不是偷机油油的？啊，走了。哎，别跑，站住！别跑，站住！ 你这是黑心商家，等着遭报应吧！我还等着报应来找我呢。啊！